今天咱们来两个大羊头，我都不知道我一个视频我能不能吃完的。哎呀，哎呦，嗯，羊舌头，你吃你的，你吃你的。去年没食欲了。羊眼，你吃一个吧。嗯。你那满眼的嫌弃呀，你这是。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！吃了大鼻子都出来了，羊脑吧。你要做吗？哎呀，再来一个，这个都已经煮的脱了骨了。啊，哎呦我的妈，太烫了，生厌了，两眼。这个羊头是比较小的，没有刚才那个大，那个实在是太大了。羊脑子你吃不吃？嗯。羊脑子这个已经发黑了。嗯，好嫩。今天咱们来一个大雪肠子，后面那个人笑一个，呀，笑。长不长？长。哎呦，超嫩！嗯，你尝一个吧。啊？
你不能吃雪肠，是你一辈子的那个错误。你尝一点点来，你吃一点，吃一点。哎呀，那家伙，大哥，你吃的洋葱都比这雪肠多。是不是挺好吃啊？真好吃，你再来一口吧。太嫩了。我能不吃洋葱了吗？可嫩可嫩的了，就跟那个鸡蛋清似的，可嫩了。羊脑三大件，走着。哎呦，就得吃这种烫的好吃。骨头。羊肠，太香了。羊麻布。卷哈，走着。来呀！这早上就培养你这个料去了呀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段时间没看着你，你这速度又提高了啊！家豪，再来一个。别在我姐吃，是在我吃。行啊，你这速度可以呀、啊。最后来一个，感谢。今天咱们吃奶黄流心毛巾卷，
今天咱们来一个脑花，不吃啊？还屁屁。那妈妈吃了啊。你吃吧。哇，妈妈老嫩了。吃这个吧。谢谢爸爸。嗯。你吃羊头。妈吃羊头啊？嗯。嗯，这脑花超嫩。你好好的行不行？哎呀，这爸爸又来了。卖吗？嗯。